Hello， 大家好，今天这集超有料 ，DGM AI 丢出大更新，直接把对嘴动画玩到像小剧场一样。你现在可以让多个角色同框对话，嘴型表情都超自然。你想多个角色同时讲话对吗？也没有问题，不再是你一句话说完再到他说话，而是可以自由的调整声音出现的时间，做出真正流畅的多人对话场景来。You act like everything I do is a problem. Maybe because you stopped even trying. Trying? I'm exhausted from trying to make this work. Then just say it. You don't want this anymore. 甚至连猫咪卡通角色也能开口说话，效果完全不出戏。That was the desired reaction. Just not the timing. 还有即时故事版，把多个角色放到一个场景里面，真正的一款 all-in-one 工具了。那废话就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OK， 打开 DGM AI， 我们可以看到多人口型同步、即时故事版、一致角色这些我刚刚开头呢都已经有提到的新的功能。当然，它的视频生成模型现在也支持了 Google Reel 3、海螺02、Clean 2.1 Pro 等等。往下拉，点开查看所有工具，可以看到它能提供的功能非常多：图片转图片、图片的编辑、一致角色，还有多人口型同步、图片到影片，还有我们常常用到的换脸，还有图片升级。给你的图片插入一些小物品，还有换装图片的扩展、风格转换、去除背景图片、转 3D 模型，还能帮你设计产品的背景图。 OK， 那我们直接开始，点开这里的多人口型同步。 OK， 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在左边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生成的模型，常规模型和 Pro 模型。下一步我们就可以为你的图片或者你的影片添加口型同步的对话了。 OK， 我们就来添加一张有脸部的图片。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些卡通角色的，还有拟人化的猫猫角色和真人角色，我后面都会展示给大家。它会识别我图片里面的角色人物，把光标移动到你需要识别的人脸头像上，然后把它框选起来，然后点一下下一步。在时间轴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影片了。起始的影片时长是5秒钟，下面就是对应角色我们需要添加的声音了。而且影片的时长呢，它会根据我们添加声音对话的时长来扩展的。 OK， 我们先来添加女生角色说的话，点开可以进行文本转语音，也可以直接上传她的音讯。因为我的场景是他们两个人在打游戏嘛，所以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争吵的场景。这是女生角色的第一句话。 OK， 接下来就要选择一个配音员了，点击右侧选择中文。在预览配音员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前面像这个配音员，他就是 male 男性，那我们就不合适，那就来听听下面的女性角色。一旦风暴过去，你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的。 OK， 再往下，头顶的彩虹则象征着许多美好的机遇。选择好配音员之后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语速，那我想让他的语速稍微快一点点。 OK， 点击生成音讯。喂，魔法师，你拿着火球是吃错药了吗？OK， 没有问题，点击应用。刚刚生成好的语音呢，就来到了对应角色的语音轴的位置。当然呢，我们可以自由的调整这个声音开始的时间。一般呢，我们就不会在影片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话嘛，所以我就把声音拉后一点。再来添加男生角色的声音，同样把文本填写出来，然后选择中文，预览一下配音员的声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Hello， 大家好。OK， 就这个声音，语速还是调快一些，生成音讯。不好意思，我那是意外发射，这种事情常有了。这把声音很不错啊，点击应用。OK， 往后面拉。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说话声音是可以重叠的，因为在正常的语境场景里面，我们可能等不及前面一个人说的话，我们就想接话了，对不对？可以看到 video 整个影片的时长就从刚刚的5秒延长到了现在的7秒钟了，它是跟着我们声音来往后延长的。然后可以在对应的位置直接点一下添加，
把第三句话的文本写出来，然后呢可以看到它配音员这里是默认了我们选好的女性角色，所以这里不用改，还有语速也不用改。常有，你故意的吧，能不能认真点？ OK， 直接点应用。 OK， 我们现在已经添加了三句话了，往后拉。当你把声音全部添加完成之后呢，直接点击这里的生成影片。 OK， 影片生成好了，大概是用了5分钟的时间，当然随着你的影片时长越长的话，它生成所需要的时间呢也会更长了。 OK， 播放一下。喂，魔法师，你拿着火球是吃错药了吗？不好意思，我那是意外发射，这种事情常有啦。常有，你故意的吧，能不能认真点？哈哈，那有，我是在帮你加 buff 让你更强。好有趣的效果，不只是多个角色嘴巴会动，而是他们看起来就像真的在边打电动边对话一样。重点是背景也不是死板板的动态图，居然还有动画效果，整体感觉就活过来了，整支影片更像是完整的一个场景。 OK，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真人的唇形同步的效果怎么样。来到左边，点开口型同步，点一下中间的删除，然后呢换一张真人角色的图片。 OK， 真人角色的话呢，它就非常容易的帮我检索到两张人脸了。点一下选择。 OK， 点下一步，同样操作给两个角色添加对话。哎，那很严肃啊，排骨烧一块就像灵魂被抽走一样。如果生成的结果你不太满意，就点击这里的重新生成，它会用同一个配音员的音色，但是呢带着不同的感情来重新帮你生成这句话。哎，那很严肃啊，排骨少一块就像灵魂被抽走一样。我发现一个小 tips， 它可以根据符号来改变说话的语气，比如6个点的话，它就会停顿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再加上一些情境音。所以今天的重点是大家记得先检查口袋，不是为了钱包，是为了灵魂，也就是手机啦。 OK， 这个影片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有大概30秒，点击生成影片。 OK， 我主要关注的就是在口型同步的同时，他们两个人有没有互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要来聊一个超严肃的问题。严肃，你上次说严肃结果是在抱怨便当少一块排骨。哎，那很严肃啊，排骨少一块就像灵魂被抽走一样。拜托，灵魂被抽走是你没带手机啦。啊，对了，手机网带比少一块排骨还痛苦。所以今天的重点是大家记得先检查口袋，不是为了钱包，是为了灵魂，也就是手机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眼神的交流，说话时的小停顿都做出来了，整个对话的节奏很自然，特别是有时候不是一个人讲完才换另一个人讲的，而是两边会同时急着插话互怼，那种你一句我一句的感觉超像真人对谈，这个细节超加分的。而且眼神对视的瞬间会让人觉得角色真的有在互动，而不是各讲各的，这种互相打断的效果完全提升了整个影片的临场感，观众看了就比较容易投入了。 OK， 我还想测试一下让动物来说话行不行，同样的换一张猫猫的头像，这个猫猫头小但是它非常的强壮，是不是很有趣？ OK，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脚本，它是一只猫猫市长，然后它现在要谈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议题了，就是大家不要再去麦当劳了。大家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创作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影片，卡通角色、动物拟人角色，还有真人角色或者是动漫角色，全部都可以是你的主角。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毛毛市场，今天要来谈一个超严肃的议题。 OK， 我觉得语气跟我的文本非常的贴合，我已经能预感到这个内容会非常搞笑。拜托别再去麦当劳了，那对你们的健康真的是超不 OK， 我们应该多吃鲜鱼跟蔬菜，这样才对我们的肠胃有帮助。我最近在麦当劳看到你们的背影，真的是每一个都变得圆滚滚的。
吃麦当劳的猫猫都变成了圆滚滚的。还可以的，嘴型跟声音大部分都有对到，不会有那种假嘴巴的感觉。老实说，这种生成出来的小剧场，我觉得拿来做搞笑短片或者访谈的拟真呢，我觉得效果应该会很炸。OK， 再来看看它的一个新功能，叫做即时故事版。它可以把多个角色放到一个场景里面。点开，在左边我们可以提供三张参考图片，可以是角色，也可以是草图或者是场景图。像我就添加了这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只是一张草图，画的是一个女生拉着一条狗狗。那第二张图片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照片。我的想法是生成一张我拉着狗狗的真实的照片。使用图片一中角色的姿势和面向右的方向，也就是这张图。然后呢，让图片二里面的角色牵着狗狗在公园里面散步，还有这个太阳的场景呢，我也描述出来了。OK， 输出的品质呢，我选择 1080p， 然后生成的尺寸呢，我选择 16:9。然后就可以直接生成图片了。 OK， 怎么样，它就让我牵着一个狗狗在公园里面散步了。而且你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辑，或者生成影片、口型同步等等。 OK， 我再来测试一下我提供三张参考图片的一只 3D 卡通的猫猫，还有我的照片，还有 3D 卡通的狗狗照片。我的想法是他们都是新闻主播，然后他们三个人坐在现代新闻编辑室的桌子的后面，然后呢，背景包括了微妙的新闻图形、大型 LED 屏幕，还有柔和的工作室灯光。 OK， 我主要是想看看它不同风格图片之间它融合的怎么样。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张图片，直接变成一个超现实新闻台的感觉。卡通风的猫猫跟狗狗，线条干净，表情很夸张，眼睛大大的超可爱。中间的我变成了偏拟真 3D 风格，有一点点娃娃感，像是游戏角色和真人之间，这种融合就很有趣了。因为正常来说，动画跟拟真风格放到一起呢，会很冲突。但是 AI 竟然把三个角色都套进新闻主播的场景里面，而且它的西装、桌子、背景都统一了风格，就不会显得太突兀，反而有一种恶搞的综艺感。OK， 再来看看 Dizim 最热门的角色功能，点开最左边 Character。首先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角色，点开建立我的角色有两种方式。快速模型呢，就是只需要提供一张图片，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不同场景的一致角色图片了。第二种方式就是需要多张图片它来训练，这样就适合你的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呢，比如正面、侧面、左边、右边，你都要角色一致。OK， 那我就点开快速模式，它让我们选择你是通过文本描述来生成角色，还是已经有了自己的角色图片，只需要上传图片就 OK 了。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照片来生成我这个角色好了。 OK， 先取个角色的名字，然后呢就添加图片，还是刚刚的那张图好了，然后就 OK 了，直接点击开始建立，它就会帮我创建我的角色图了。可以看到最左上面呢，它就已经是选择了发发这个角色，然后我开始填写提示词来用发发这个角色生成图片。那我就生成几个特殊的场景，看看它角色一致保持的怎么样。 OK， 因为我这个场景的描述确实是很玄幻的，我让自己呢在空中打篮球，然后呢场景就是繁华的未来城市，这一张真的是超酷的。再来一个室内的， OK， 点击生成。大家觉得他角色一致表现的怎么样呢？也就是说这个角色像不像我呢？注意哦，我只提供了一张图片给他参考。当然了，如果你的角色图片有好几张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那个添加多张图片来训练的那个模型，生成出来的图片效果肯定比我现在的要好很多。你看，我就只提供一张图，它都能把我的角色一致保持得这么好。 OK， 使用链接我就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赞、订阅，顺手打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我后续的更新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The king awaits you in the great hall. Do they serve coffee? I'll take mine in a goblet. I thought castles were your thing. I adapt.
Good, you're going to need to.